的 team， 然后第一次来就有点紧张。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合作的是就性别统计资料库的收集。那其实大家也有注意到，在最近几年来，就性别议题其实被炒得热热腾，沸沸腾腾的。那除了在 Emma Watson 在去年的时候有做一个 He for She 的演讲，那台湾也要出一个女总统。那近年这几天也是有一个立委，是不是可以带小孩去上班这件事情，也是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因此，我们就认为说，这几年来就是性别议题，说的是，是全世界都是需要去注意的趋势。那我所任职于的女人民其实是一个长期重视性别议题的女性媒体。那我们会透过文章跟实体的沙龙活动去带领民众去探讨一些关于性别相关的事情。那我们在做相关的文章撰写或是进一步的 action 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实性别相关的资讯其实在网络上没有一个平台可以一起统整的，也就会造成说大家要在收集资料上会有些困难。所以今天就其实是想要祈求就是大家对于性别议题也有像也有特别感受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那我们目前规划的 next action 是会跟资讯局一起在五月的时候合作一个性别骇客松。那骇客松的内容就会 based on 这次的资料库上。那就很希望今天就是可以遇到女性对性别议题有热忱的大家一起来合作。嗯，谢谢。好，谢谢。